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近期举办新北市青年外交大使授证仪式，今年由高中界选出132位业大使，经过训练的课程甲20小时的营队服务，由局长亲自颁发服务学习证书。一张又一张的相片，都是新北市青年外交大使参加营队服务的记录。今年由高中界精选出来132位业大使，展现因的语言专业。同时又发挥服务的热情，感谢你们发挥你们的年轻的热情，也感谢你们有特别的服务热忱，但最重要也有好的外语能力，能够让我们这次暑假有5个营队都能够顺利的完成。而这5个营队里面，当然透过各位成为我们原来新北孩子跟我们来从海外来的志工，成为一个好的合作的伙伴，也成为一个好的桥梁。不少学生都可以担任新北市青年外交大使，感觉光荣，因为他们可以有一个外用语言的机会，在参加营队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得到很多成就感。这次很荣幸能够参加青年外交大使，然后就是在这两个礼拜学到了很多，然后也不就是有很多充满笑声的回忆，然后也交到一辈子的好朋友，然后在当一个老师的过程中，也让我们就是知道说为人师表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，然后我觉得很高兴我有这个那个能力，还有可以就是这个站这个今天这个身份，然后我希望明年我也可以再回来担任一次这个身份。我很高兴参加这次的活动，就是这次的活动让我圆满了，就是我的梦想，就是帮助偏向的小孩，然后也成功的跟外国人做一个交流，跟一个做朋友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。教育局长林奕华亲自颁发服务学习证书，肯定这132位业大使的优质服务甲贡献，也希望未来有更加多有意愿的学生到顶加入。记者新庄林金如三重采访报道。